澳门2023世界关爱自闭症日系列活动开幕礼暨第六届离监事就职典礼4月2日中午举行。澳门中联办社工部副部长赵何清、立法会议员黄洁贞、立法会议员胡祖杰等出席主礼。今后新一届架构成员将会秉持协会的宗旨，关心、爱护、助人、自助，亦会根据今年联合国所提倡的包容各种神经类疾病的主题，协助和肯定自闭症人士和他的家人在不同范畴所作出的贡献，令到他们能够主张和行使自己的权利，并充分地去融入社会。另外，本会亦会加强宣传推广自闭症资讯，提供自闭症的认识，减少大众对特殊人群的刻板印象和误解，让大众更加接受、支持和包容，共建一个有爱和和谐共融的社会。该协会本月亦会与澳门社企等多间机构共同举办系列多元化活动。咁我哋除咗今日嘅亮灯仪式啦，而且就系晏啲我哋都会去旅游塔上面参观啦。咁然之后咧，我哋15号我哋会有个厨艺系延续咗一年噶啦，同烹饪协会一齐合作嘅。咁另外我哋都得到博企啦，同埋社企啦，例如系金沙、永里同埋系妇联啦，都会邀请我哋去参加一系列嘅亲子活动啦，包括啊绘画行山啊，咁都有嘅。咁另外咧，我哋喺月尾咧就有一個機構去參會邀請我哋係參加一個係大型嘅親子活動，我哋都係主辦單位嚟嘅。咁係主要係想啲家長同埋小朋友佢哋係有一個好輕鬆嘅情況之下去度過咯。